今日是香港回歸50年，大家今日見到的政績是有目共睹的。新水人的香港自住屋計劃現階段進行得相當順利，經我們開發的注入式智能晶片身份證，市民可以獲得優先處理分派房屋。近期有叛乱分子暗中散布有关政府不利的传闻，意图抹黑政府，影响香港的稳定。我们已经全面动心该等叛乱分子。最后，7月3日，市民将会成为新的香港人，一同踏入新的纪元。我承诺，绝对会令香港市未来的10年。更繁荣，更丰盛。多谢大家。那个什么组织叫什么 OXY 的什么？哦，是字啦嘛。平时冇事做，搵事嚟搞一啲知识分子。其实叫什么也无所谓吧，连网络都全监控了，他们根本不能做什么。我都挺欣赏那群年轻人，起码他们胜在有那份鱼，但是单份鱼根本就不可以改变到香港。就算他们做什么都好，他们只不过在一只笼中鸟，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。讲得没错，有你这句话我就不担心了。只要你的这签过名，国安法就会正式生效。到7月3号，那个注入到他们脖子上的检测器就会正式启动。我和中央政府相信你一定能够替我们把香港管理得妥妥当当。啲咩嚟噶？你冇问，冇时间同你讲。你唔好再癫啦，好唔好啊？而家政府登晒报纸，为咗通缉你哋呢班人啊！你同你阿妈真系一样，好地做嗰份工咪好咯，搞咁多嘢做乜嘢咧？咁我妈嘅牺牲，系咪令你觉得我哋更加要安分守己啊？仲话连基本自由都唔要香港人？而家政府俾地方你住。俾饭你食，你讲讲乜嘢基本自由呢？而家成个香港人都唔会认同你哋做嘅嘢噶啦，系你哋自己嗰班人认为自己做得好伟大啫嘛。
在香港人眼里面你们是一班叛乱分子来的。好心你就出去看看现在的世界怎样啦，面对一下现实啦，看看外面现在怎样啊，整条街啊全部都是闭路电视来的。什么什么智能晶片身份证啊，什么新香港人啊，所有东西啊都是利有你们的。你跟他们都是一样的，自己没胆给女啊。是啊，是啊，我是冇胆匪女，我连保护你两母女的能力我都冇。我妈是一个记者，她曾经跟我说过，香港以前是一个言论很自由，容纳很多不同意见的地方，你有不满就可以游行，你有意见就可以讲出来。我曾经都以为今时今日白色恐怖的威胁离我很远，但每当我每日派报纸的时候，我就发觉这些大话好像越讲越真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做的事可以改变到多少，可以走到多远，可以让多少人知道。但我只是知道，如果我们再选择沉默，我们连最基本的自由声音，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都会消失。就好像我们的晶片一样，已经直接威胁我们的人身安全，我们没得选择了。你们是不是还很甘心活在这个制度之下？
沉默的螺旋，当人发现自己的意见和主流意见不同的时候，因为怕被孤立，所以就会选择隐藏自己的意见，并且保持沉默。到最后，主流意见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而弱势社群的声音逐渐消失，沉入大海。最细个女，我都想尽量保护佢，我都想尽翻做爸爸嗰个责任。对唔住啊！